我表现一下。啊，若有给我唱到，拢爱扣500块。安尼，我试试，大家唱落啊。哎，那安尼，讲到钱，你那拢大家讲，我家己唱好啊。我家己唱倒啊啦。啊，伊咧唱的时阵，你尽量甲伊算二啦。啊，若我唱时阵哦，拄啊好就好啦。代表我唱歌好听啦。对对对。代表我唱歌爱算二啦。啊，若唱了算二，唱了了，人家走了了伊。因为实力派拢爱算二啦。啊，唱这普普的吼，唔免啦。唔免了。我等下试看卖互你知。知影什么叫做台阶的厉害？卖小孩。我拄好配合，今日就对啊。你知影我即摆去上班，啊，阮咧拍电脑无聊的时阵，即摆若喊两句，阮同事讲，哎，卖唱啊，我50块互你，你去买凉的吼，我就讲好，我来。我即摆要啉凉，我就唱歌啦。无啊，你是公认的啊，嘿，我公认的就好啊。唔过我原来有我的粉丝群呢，有人就是爱听歹听，因为迄拢看了习惯了，大家拢唱歌才好听。哎呀，真的哦。人总是有的会喜欢不一样的。好吧，安尼你应该叫康总甲你共款的啊。喂，唔免啦，你继续唱啦，气势有影，变成个目睭啦。哟哥，哥加油来听，耶！一起就是这宇宙。曾经牵手走过，仿佛世界都沉默，连你看就只剩你我，你的眼睛依然闪烁，是心动。哎呀，你的眼睛依然闪烁，这不是梦中我想拥有。哎，要向你的身展台哦，呀呵，我的歌声就刚刚那林志玲来个现场啊来。哦，是呀是呀，一切就是这样好，当初你就如此脆弱，如今不觉那样好，为何心里不再强留，为何不敢再开口，看看我，看我你的背影别难过，难道是不醉的黑果，我都安尼整个无简单，我那叫我来一个只高级的。你惊不惊呀？我家拢差不多，家拢成熟的呀。是你才成熟，才怪你成熟。也许就是这样哦。哎咻！曾经就如此脆弱。哎咻！如今不觉得。你好，别你喜欢谁穿裙啊？都给我穿拖鞋。我来，刚刚我来给你穿裙。谢谢我们的小爱了啊，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我们现场好朋友了啊，阿天。